欢乐整人大队为了要让整人达到最高的境界，所以这一次要联合你的亲朋好友，让你掉进我们所设下的陷阱，让你出糗的反应无所遁形。来，乔乐 King。这家没卖麻将，我们去别家买吧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我不跟不认识的人打牌耶。哎，太阳好大哦，晒得我头都昏了。哎呦，是我把子变漂亮了，还是我脑子被太阳晒坏了？哎，乖孩子，俺有客人，咱们回家吃饭吧。哎，你哪位啊你？看也知道我跟你不是同一挂的啦，你干嘛缠着我？你奇怪呢。小姐，你哪一位啊？怎么随便向我的切磊哥啊？你不怕我把你带到荒郊野外下毒手了吧？哎，那个辣妹网友怎么一转眼就变成大姐了？这样岂不是变成我吃亏了吗？